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948页倒数第五行，从下半段看起啊，二者从这看起，为十乃第八十也。如景心云，以种子色功能不忘，名可识，意即与妄息双取二数啊。意即云，所作善恶，非但自摄内寻，天神外寄，寄在二处安有摄物？二处者，内摄与外神也。以上著述，亦即是文土，因为时不碍于神明记录，神明记录也是为时所限，故内外皆记之说为善。内外皆记，罪报追随，故辗转三途，累劫难除，痛不可言。这是说解释经文末后这一句，神明可知，纵如我道，累劫难除，痛不可言。那么前面第一段家乡会宿都说是悠悠天神，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，确实有天地鬼神在那个地方检查，都有啊记录的。所以罪报是没有法子避免。那么第二种说法呢，
这是景心思他们的主张。他说十就是第八十。那景心思说，以第八十种子功能不忘。啊，第八识的种子，相思相续。啊，如果没有能够转八识成四智，它的作用永远存在。啊，这个识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啊，神明可知是说他。这里有一个名词术语，种子识。啊，第八识含藏一切种子，这个种子不是物质，啊，所以我们六根接触不到，它确实存在，无量劫来，它没有失去。古人说，种子如果是物质现象，啊，它再小，小到像极微色，这个种子也尽虚空啊，容纳不下了，它太多了，真多，多得我们无法想象。我们能相信这句话啊？为什么呢？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一弹指有三十二亿八千年，每一个念是一个种子，无量劫来到今天还有多少？真正是无量无边无数啊！佛说的话不是假的，啊，它不是物质现象，它也不是精神现象，啊，它也不是自然现象，因为这三种现象都是有。我们肉眼虽然看不见，凭住仪器啊，今天最先进的科学仪器能够侦测得到啊，眼耳鼻舌身这个东西侦测不到，包括我们念头也想不出来啊，科学仪器能够侦测到。它确实存在啊，虽然存在，说它做空，大乘经里面就在做空，空不等于无，空是有，它遇到缘它起现行，啊，所以种子是功能不忘。那么种子是成唯识论里头有解释，在我们参考资料第四页里头，啊，种子是呢是阿赖耶的译名，
啊，就是阿赖耶。啊，一切生，一切有漏，无漏之诸法。有漏是十法界，无漏是一真法界。啊，全都是阿赖耶识的种子显现出来的。我们有烦恼，有起心动念，有分别之处，所现的现象是十法界，是六道。如果我们把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就叫无漏法。啊，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叫有漏，漏到十法界。无漏呢，就是诸佛如来十报土一真庄严无漏的，他没有烦恼现象。我们现在知道报土怎么现前的，应该是无始无明习气，化身菩萨，起心动念断了，肯定有起心动念的习气。啊，习气没断，因为我们看前面，啊，你看阿罗汉，断见思烦恼。真断了，他超越六道轮回了，习气没断。他在证得阿罗汉果位这个时期，这一段时期，他的功夫就是要把习气断掉。习气断掉了，他就不叫阿罗汉了，叫辟支佛。那阿罗汉只断见思，没断习气；辟支佛，见思习气统统断了。那辟支佛更进一步，断尘沙烦恼。尘沙烦恼断掉了，他升级了，他升作菩萨。尘沙习气没断，那菩萨在这个位置上呢，得把尘沙习气断掉啊，那么他就成佛了。六道里面的佛没转阿赖耶，阿赖耶最高的阶层叫佛。啊，那么无始无明断掉了，不起心不动念了，远前面的例子他应该有习气。啊，这个习气显现出
十八度，我们叫它做一真法界。啊，真，这个境界里所有一切万事万物，它不变，就是不生不灭。设法界呢，有生有灭，有生有灭叫有漏，不生不灭无漏。啊，那个习气要不要断呢？要断。自信清净心里头没有习气，所以习气要断。习气要是真断了呢，十八图就没有了，展现在面前的不是十八图，叫长极光图。长极光图有图之名，没有图之实，它融成一片光明，没有物质现象，也没有念头的现象，对，心理的现象。啊，这是真心本性法性的本来面目。现在科学家有个想法，把最高的境界称之为灵极性，这名词很有味道，灵极性跟长极光呢很相似。长极光是一片光明，这一片光明我们肉眼看不见，那佛告诉我，这个光无所不在，也就是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实际上变法界虚空界通通在长极光里面，那决定超不出长极光。长极光是法性，我们于习当中有生有土这个习气啊，所以称长极光，称它做法身，称它做法性土啊，法性身，法性土，它有没有？它真有，身土都有，但是看不见，摸不到，也想不到。我们有习气，这个习气对他来说就是缘。我们习气有感，长极光就有印，长极光的印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。楞严经上说的，讲得好啊，我们有感，他离开就隐了。那我们感这个念头消失了，他就没有了。那有没有这个事情？有，历史有证明。释迦牟尼佛应化在这个世界，
住世80年，这真的不是假的。那个身是长久光现的，80年之后他又回长久光，那确确实实他们要来，他们也去。他没有过去，他没有未来，纯真无妄，纯净无染。禅宗称他为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。那一切众生有感，他离开就有。最明显的，让我们感到好像活生生他存在，他就在我面前。虚云老和尚朝五台山，从普陀到五台，这么长的距离，三步一拜，拜到五台，用了3年多的时间才拜到啊。3年当中，在中途生过2次病。生病都是在荒山野岭，没有人迹的地方。这个倒在地上那就很苦了，死路一条啊！在这危急的时候，遇到一个乞丐。乞丐救了他的命。乞丐讨饭喂他。找一些草药给他治疗。这个乞丐给他住了半个多月。病好了。能够再拜了。这就分手了。第二次生病呢，又遇到这个乞丐。以后拜到五台山才知道，这个乞丐是文殊菩萨。文殊菩萨化身，化身能跟他在一起2次一个多月，这么长的时间，化身。病好了，再找不到这个人了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。病好了，这个感应就没有了。生病就是感应。佛菩萨现身，在当处。当初出生，病好时候，不需要他再照顾了，他就没有了，随处灭尽。虚老和尚当时完全不知道。对这个乞丐他很感恩。他记住乞丐的名字叫文吉，文章的文，吉祥的吉。
他说他住在五台山，五台山的人都知道他。他到五台山就问文吉那个乞丐要饭的，没有人知道。啊，拜到大殿，朝文殊菩萨，见到文殊菩萨的像，问寺院里面的大众，有没有人知道文吉？人家告诉他，那就是文殊菩萨。恍然大悟啊！这个事情不是假的，虚老和尚去我们不远的。抗战之前的事情，距离我们不超过100年。这是明显地告诉我们，当初出生，随处觅见。然后我们回头再来想想，我们到这个世界上来，什么力量引导我们来的？业力。啊，佛菩萨他们是什么力量来的？愿力，他在因地时候发过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度。啊，念菩萨的名，求菩萨来帮助，这就是愿。我们这一动心，他就知道。啊，需要用什么方法帮忙，不是他的事情，他不起心，不动念。我们起心动念。啊，所以他们佛菩萨应化事情，是随众生心应所质量。啊，随心应量。说明全是真的，我们不可以把它看作神话，不可以把它看作预言，啊，绝对不是虚构的。像这些事情太多了啊！啊，我还遇到一桩事实。周邦道老居士的夫人，他遇到地藏菩萨。啊，抗战胜利之后，我们学校解散了。啊，学校里面的学生都是收的流亡学生。胜利之后，学生都可以回老家了。啊，学校交给地方政府了。啊，那是临时的学校，国家办的，非常时期。啊，这个学校管理是教育部，归教育部管理。中学还有附小，啊，解散之后，我们回到南京，我也到南京，啊，校长住在南京，
他的房子很大，好像是三个四合院，三进三个四合院。前面第一进是大院子，进了他大门之后，你看到很多树木，树木都很高大，里面有第二道第二个围墙，再进去第三个门才是他的客厅。那我们到台湾，这又有机会呀，常聚在一起，老师学佛了，师母也学佛了，跟李老师学佛，我们同一个老师，周师母就告诉李老师，他遇到一桩奇怪的事情。多少年没办法解释，有一天他在南京家里头，有个和尚进来了，跟他化缘，那个时候他没有信佛，他没有宗教信仰，他问他从哪来的，是九华山来的，问他来干什么，来化缘，化什么，化无尽相有。没给他，没给他了。这和尚走了，走了之后，他突然想起来，我家里庭院深深的，门都是关的，他怎么进来的？走了就离开他的房间出去了，再到外面去了，找不到了。外头门还是关了的，没开。他到哪里去了？可是谈话的时候有十几二十分钟，绝对不是假的。这是怎么回事情？李老师告诉他，那是地藏菩萨的化身，你跟地藏菩萨有缘。他后悔莫及，无尽相有，没供养，家里有不是没有所以他天天在家念地藏经，拜地藏菩萨，念大悲咒，他的大悲咒在台中是非常有感应的，真正可以治百病，那是他用真诚心念的地藏观音加持，感应不可思议。在家妇女，人心地非常善良。我们学校那么多学生，对老师，就是校长、父亲两个人，就像看的跟自己的父母一样，有那么深的感情。他对学生的爱护超过他自己儿女。跟他儿女说：“你们的父母都在身边，该知足了。”同学都远离家乡，没有父母照顾，没有亲人。所以他爱护学生比爱护子女更多。我们学生对他感恩。遇到有救济物资送到学校来的时候，同学兴奋，
分剩下的还有，他儿女有份。如果不够的话，他儿女就受不到。那样样是学生优先，啊，儿女排在最后。我们在台湾的时候，儿女都是同学嘛，有时候聚会的时候抱怨了，哎，做他的学生好啊，做他的儿女不好。对待儿女很刻薄，省吃俭用，啊，那么他在台湾考试院，考选部长找他，请他去当副部长。啊，叫次长，正副次长就是第一副部长，他下面还有个常务，有个常务管总务的次长，啊，公家给他配了电话，他家里装电话，方便多了。规定，这是国家装的，电话费是国家付的，私人不能用。啊，私人要打电话，到巷口有个公用电话，他那边去打。啊，朋友打进来可以。打进来是他父亲，打出去的时候，这个钱是考选部付的，这不可以。公家给他配辆轿车，啊，他上下班公务用这个车，不是公务的时候，他出门坐公共巴士。大概全世界做官的只有他一个，决定找不到第二个人，所以他的儿子很怨恨，明明这个这公家庄的嘛，这给你的嘛，那我们怎么不能打呢？他就是不能打，啊，过法允许，家法不许可。这个官真是清官了、啊，真正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啊！大功重臣，没有丝毫偏斜啊！做人做到这个地步，晚年学佛生净土了。他要不学佛，决定升天道。啊，不会在人道，这在天道。古圣先贤先贤的教训，他统统做到了，全都落实了。啊，我们这一代的学生跟着他，看他老人家私生活，啊，待人接物，给学生做最好的榜样。啊，我们这些学生在社会上服务，不敢做坏事。做坏事就不好意思见他了。这种摄受的力量非常强大。
啊，感化众生啊，对学生是叫深化教育啊，甚深感化教育。啊，让人起心动念，要是不善念头，马上想到老师。啊，对不起，老师，就不敢做了。啊，老师对我们的影响真正超过父母太多。啊，我们父母有些不好的榜样，我们学会了，跟老师全改过来。啊，那么这是小时候伦理教育、道德教育、因果教育。这个根扎得深呐，在那么艰难困苦、啊、在别人做的话，多少好像还有一点油水。周老师，本本分分，如如不动。啊，不是应该得到的，绝对没有这个念头，没有道心的。啊，道心就是占一点便宜，他没有这个念头，处处啊，谦让礼让。他孩子多啊，六七个，老四跟我同班，前年过世了啊，在美国啊，老大好像在南京。年岁比我大，啊，要在的话，他90多了，啊，所以种子是能生一切有漏无漏诸法。啊，这个地方非常难得。把无漏法也写进去。三藏法术，种子是有六义。那成为是论上讲的，种即能生之意。位于八识之中，随一识生起，能生一切善恶之法，所以叫种子识。啊，八识，阿赖耶、摩那、意识。啊，外面是前五识，眼耳鼻舌身。无论哪一个色起作用，都能生起一切善恶之法。因为阿赖耶识里头有善恶种子，
善恶种子我们可以肯定，善种子少，恶种子多。从相应的心所明显的能看出来，善心所只有11个，恶心所有26个。所以人学善比较难，学恶很容易。无量劫与生俱来的，他恶念就比善念多啊，特别显示在自私自利。啊，人在困苦艰难，在这种状况之下，首先救自己，然后再顾及别人，这算不错了。能够先顾及别人，自己饿死也无所谓，也不在乎，这种人少啊，到哪去找？这果报不相同啊。啊，他能舍命帮助别人，他命亦舍得上，这一定是没有间隔的，立刻就升天。啊，升天更堕地狱，都没有中因。啊，没有中因，没有间隔，这里一断气就升天了。那真正念佛人决定生净土，佛就来接引他。善心重要，一点都不吃亏。啊，所以在极难当中就看出来，你是顾自己还是顾别人。啊，在古时候，读书人觉悟的人多，真正在极难的时候，他顾别人不顾自己。那为什么呢？他明白这个道理。啊，我年岁大了，他年轻，我在这个社会上能付出的机会时间都少了，他还很长，应该给他。啊，而且知道我把机会让给他的时候，我的机会是升天，绝不堕三恶道，清清楚楚，这都很欢喜啊。成人之美呀，实际上就是成自己之美，这是事实真相。不搞清楚了害怕，搞清楚了非常欢喜。啊，真正是全心全意，还要加个全力。为众生服务啊！
啊，八十里面，我们看《成为圣论》里面讲的种子是有六义。第一个，刹那灭义。我们现在对这个有很清楚的概念。梵语刹那，华严一念，为眼等注射种子，一念才生，生则随灭，念念不停，刹那变异。这就是不断之物。啊，而且我们比一般人的概念更深一层，我们知道这一念时间多长。啊，我们读过弥勒菩萨跟释迦牟尼佛的谈话，知道弥勒菩萨讲一弹指有32亿8000年，这一弹指。啊，现在我们的科学对时间是用秒做单位，那一秒钟能弹几次？啊，一弹指32亿乘8000，100000是100000，32亿乘100000。320兆，一弹指，320兆，一年，320兆个一年，这可是一般人没这个概念的，念这个含糊笼统就念下去了。是真的，念头才生就灭了。而且佛告诉我们，每个念头是独立的，啊，确确实实，就跟我们现在看电视一样，一个念头就是一个画面。啊，这个画面不是相续的画面，大同小异，也有大同大异、小同大异。啊，在这个荧光幕里都出现了。荧光幕是什么？就是长久光。生化界没离开长久光啊。长久光是本体。离开长久光就不能现象啊。啊，本体就好像屏幕，电视的屏幕。他什么都没有，他什么都能现，虽然现一丝毫妨碍没有。那屏幕不妨碍能现，能现不妨碍屏幕，屏幕不生不灭。啊，现象它就是生命的，而且非常高的频率，你看如果说一秒钟可以弹五次，啊，弹得快会弹五次，5×320兆，5×320兆，1600兆，一秒钟，啊，一秒钟1600兆个生命，
你怎么会知道？这宇宙的奥秘，佛把它揭穿了，而且佛告诉我们，啊，这个事实真相叫诸法实相。到什么程度你就能见到呢？大乘经上常说八地以上，啊，这时佛告诉我们，不仅是他见到的，比他差一点的人也见到了。八地、九地、十地等觉，佛是妙觉。啊，菩萨修行51个阶级，啊，第52是成佛，前面51是菩萨。这51个怎么分法呢？完全是定功。从定功上来分，啊，定功前的是行为，是诸位往上去定功深的是行，是回向，是地，啊，是地还有十层呢，那一地到七地，这是甚深沉的。八地到九地，我们可以用坛经上所说的，慧能大师所说的，何其自信，本不动摇。这意思是什么？自信本定，八地看到自性本定，啊，这就是为什么要修定，因为自性本定，自性从来没有动摇过，动摇就错了，动摇就迷了，动摇就染了。染污了啊，动摇就把真心变成妄心了，啊，把自心变成阿赖耶了，阿赖耶是生命，啊，生灭法的本体是阿赖耶，自心是不生。八地以上就真的了，可见的真的的人很多啊，在极乐世界，八地菩萨、九地菩萨、十地菩萨、等觉菩萨，那个人数无量无边的啊，这些我们都能相信，现在都不怀疑了。为什么？每一个众生都有自性，自性本定，这是因啊。到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本愿为神加持你，这是缘，有因有缘，果就现前。这个果呢，就是阿惟越智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如果你没有因，佛菩萨对你没办法；你有因的，啊，
只是自己业障太重了，定不下来。修定的方法无量无边，大乘经上常说法门无量誓愿学，法是方法，门是门径，什么方法什么门径，这究竟圆满的佛道是这个门径啊，这个门径没有一定。佛说，一切法都可以帮助你证得佛果，或者真的。为什么？一切法是自性毕竟的，只要回头就真心。这是佛法的真理，跟着佛走你能明心见性，跟着耶稣走能不能明心见性？难。只要你懂得里头的秘诀，秘诀是什么呢？放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不管哪个法门，啊，只要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没有起心动念就是佛；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，这真是菩萨。啊，有起心动念，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这个人是阿罗汉。水能大师说，这一桩事情与学无学没关系，与什么有关系？放下有关系。张家大师教过我，看破放下与这个有关系。所以无论哪个法门，穿衣吃饭，你只要看破放下了就成功。啊，看电视也如是，你能看电视的时候不起心不动念就成佛了啊！你不随他转了，你完全了解他，完全是空的，不断之无，这电视画面不断之无啊，所以会了哪一法不是佛法，法法皆是啊。那不会，华严、法华、无量寿都不受法，为什么？它不能帮助你开悟吧？那不能帮助你放下妄想、分别、执着吗？这就不是佛法。啊，能帮助你放下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统统都是佛法。啊，所以我非常感谢张家大师，第一天见面就把这个秘诀传给我了。啊，看得破，放得下。啊，教我修三种布施。啊，三种布施是修福，不放下是福，放下是德，啊，就是定慧。修这三种福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定慧就在其中。
这个重要啊！啊，你看这个文里头，接下来说，念念不停，刹那变异，每一个念头不一样。所以在水实验里头，没有两个图案是相同的。啊，江文博士问过我，那个时候，他做了十几万次的实验，为什么没有两个相同？我就告诉他，念头不相同，前念后念是一个念头，程度也不相同。啊，你写个爱字给谁看？前念的心跟后念的心不一样，所以它结晶出来的图案不一样。你细心看，大同小异。啊，不可能有两个完全相同。整个宇宙是如是啊。我们要知道刹那变异，言如是，耳鼻舌身意等诸色种子，个个亦复如是，是为刹那灭异，刹那生灭。前念灭，后念生，相思相续。第二呢，果具有异。果是什么？果就是实与根。为摄于根同时聚起，才会起作用。啊，举个例子，如眼根照射进时，眼识随时同源；耳根照身进时，耳识随皆同源，与诸实境分明显了。那举两个例子，譬如眼见色。眼叫照见的，啊，像照相机一样照见。啊，能见。是根中之识。我们有眼根。眼识跟眼根同时起作用。啊，根跟识都有生命，只是阿赖耶没有生命。阿赖耶不跟身同时生命，啊，前面无根，
眼耳鼻舌身是根无根同时生，身要是死亡了灭了，前五十就没有了。什么东西存在呢？第六、第七、第八存在。六识的分别，七识的执着，八识的种子，这个东西存在。八识以阿赖耶为体，其他的都从阿赖耶生的，因为第六、第七，它不是物质现象。所以物质灭了它不灭，前面无根是物质现象，无根灭了它不起作用，它必须要有根。眼睛、耳闻，是与根同源，所以于外面境界照料分明。彼时深意亦复如是，是为。古居矣，居有矣。第三个呢，恒随转意，注射起始，种子随着转，如眼根照见时，眼色种子随即相续，无有间隔。因为眼识种子是能见的眼，眼根物质现象，物质现象刹那生灭，它也刹那生灭，它的生灭跟眼识是同时，眼跟眼识同时，没有间隔的，这叫恒随转。二鼻深意等，注视各个起始，亦复如是，恒随相续。是为恒随转意。他们生灭是同时的。第四个，心决定意。注释：各个所缘善恶无记三心，无有间杂也。如眼识缘恶尽，就成我法，不能成善法。如缘善缘呢，它就成善法，不会变成我法。若缘无记，则不能成善恶二法。注摄其实亦复如是，就是心决定意。三心，善恶无记，
无忌是不善不惑，那么善恶的因就是阿赖耶识的种子啊，这个种子很复杂，十法界的种子统统具足，有佛种子，有菩萨种子，也有魔鬼出生的种子，也有地狱的种子啊，无间地狱的种子统统有啊，一样都不缺。啊，临命终时，人在断气之后，这些种子统统现形。啊，好像出来竞选一样，哪个力量最强，哪个就先受报。啊，果就现形。自己不能做主啊，业力做主，就是善恶业力。啊，无忌业不起什么作用，决定你到三善道还是到三恶道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就知道啊，诸佛菩萨古圣先贤为什么教给我们断恶修善，啊，让我们的善因下去。恶因虽然有，恶的力量总比不上善的力量，这就好啊。善恶怎么修？必须真的起心动念的为他着想，不要为自己。啊，一定要知道为自己自私自利。决定是恶，为别人决定是善。啊，多替别人着想，决定有好处。啊，多为自己想一分，决定是害处。这个道理一定要晓得。啊，所以诸佛菩萨，我们说法身菩萨完全没有自私的念头，他无我了啊，不但无我也无法啊，人无我法无我统统证得，证得人无我的声闻缘觉阿罗汉跟毗卢浮，他们不造我业了。证得法无我的菩萨，诸佛如来，他们不但善业不造，啊，这个恶业不造，善业也不造。那为什么全是假的？所以他住哪里？他住长吉光。长吉光里头没有燃尽，
没有善恶，他住哪里去了？那、化身菩萨也住常寂光，但是他常寂光的就是起心动念习气还有啊，有这个习气呢，其他的任何妨碍都没有了，只有一个妨碍，妨碍他入常寂光，其他妨碍全没有啊，智慧断能相好，神通道理啊，教化众生，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，就是诸佛如来住常寂光，他没办法住常寂光啊，他住十宝庄严土，差别在此地。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学法？断恶不着断恶的想，修善不着修善的想。我们再说一句粗一点，大家好懂的，就是断恶，不把断恶的事情放在心上；修善也不把修善的事放在心上。心是什么样？心是清净平等，这就完全正确了啊！这就叫大乘佛法。那、我们要明白，我们既然有个身体在这个世界，就不能不作死啊，总得要穿衣吃饭的啊，做什么事要做对众生有利益的事，而且不着想。你在修大乘，你在修修大般涅槃法啊，大智慧大禅定啊，别人还看不出来。穿衣吃饭的修大禅定，修大智慧啊，什么禅定？不着想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啊，不挑我喜欢吃什么啊，你们给我做什么，没有平等。平等里头有不平等，佛经上有个例子，诸天饮食，这个诸天是欲界天，色界天不要饮食啊，欲界六层天啊，同样在这一个桌吃饭，每个人福报不一样，他们在一起吃的饭放在口里的时候味道不一样啊，这是什么？境随心转嘛。功夫越高的人，心越清净，哎呦，味道越美。啊，同样一种味道，不一样。那、再粗一点说呢，我们在一桌吃饭，啊，酸甜苦辣咸，每个人也不一样。啊，你说什么味道？你尝一口。你尝一口是你的味道，而不是我的味道。
也不是他的味道。啊，去喝一杯水，冷暖自知。没有定法，啊，一切法皆是佛法，没有定法，是佛所证得的大圆满、大自在。第五，代中原意，一定要有缘，没有缘不能起现行。为实非业因而生，彼加众缘而后成就。啊，这里举一个例子，譬如眼。也能看，啊，但是有很多的人，唯识里讲九缘生识，啊，这六句四个，第一个要空，啊，眼跟见的东西当中一定要空。如果靠近了看不见啊，没有空义看不见，一定要有一定的距离啊，他才能看见，所以要空，还要明啊，要有亮啊，没有光没有亮看不见啊，第三个要有根。眼睛没有毛病。第四个是境界，你所看到的东西，啊，眼识才能起作用，才把这个境界看得清楚，看得明白。耳鼻舌身意等诸色种子，一代众缘而得成就，是为代众缘意。啊，每一个是缘境啊，连他的境界都需要条件。我们现在讲条件，佛家讲缘啊，唯识是佛教的心理学。啊，代表的大德大师就是弥勒菩萨。啊，弥勒菩萨是唯识专家，用现在说心理学专家。那我们就知道，弥勒菩萨在极乐世界肯定是上唯识经论的，啊，极乐世界的老师都是专家学者，第六呢，引自古意，为住持过引自体过用，非是色心交互而成。下面举个例子跟我们说明，如眼根照识，眼根缘色相，缘所对的是境，它不会混杂音声，
色跟声同时起，各缘各的。啊，眼见的是色，耳听的是声，耳不会搅和它去辨别色，眼不会搅和它去辨别声，他们个人管个人的。啊，不会混杂，不会乱啊，不会混乱的。啊，所以不混于声香之别体。啊，那么底下讲，言如是，耳鼻舌身意等诸事，亦复如是，是为隐自果矣。这个自果的意思很深，一种根，对一种境界。啊，它真是很专，专一。眼只管见，不管听；耳只管听，不管见。啊，鼻只管嗅。啊，它也不管见。也不管听，啊，舌只管肠胃，其他的都不管。一个是管一样东西，个个都是专家了，不是通家了。啊，都是一门深入。啊，我们叫常识熏修，这些道理都在自己身上，不在外头。啊，所以它不乱。啊，起作用，大家在一起，睡在一起，果缘。这是引自苦，引发啊，自苦，引看清楚，看明白了，这是自苦。这个自苦是正确的，没看清楚，没看明白。这个果不正确，那果有圆满，有不圆满。从理上讲，一切众生跟诸佛如来完全是平等的。那这个不平等，差别从哪里发生？自信里头没有障碍，也就是没有差别。啊，所有一切差别是从烦恼起来的。就是这三大类的烦恼：无明、尘沙、见思。啊，总是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要放下，自信的本能，见闻觉知，它就现前。见闻觉知的能量是究竟圆满。比如说见，
他无所不见，大能见到整个宇宙。小能见到极微之微，啊，没有他见不到的，没有他看错的，没有他看了不懂的，没有。啊，闻也如是，啊，闻音声。无论是远近，无论是前后，他通通听到。啊，虽是真的究竟圆满，秘诀没有别的。总而言之，就是放下。啊，所以说放下见思，你就是阿罗汉辟支佛。放下妄想尘沙，尘沙是分别，你就是菩萨。那菩萨里头有三贤是神，三贤是三识，加上十圣就是四识，这个位次不一样，放下多少不一样，放下越多，地位就越高；放下越少，位次就低。放下绝妙的方法，不肯放下那就是凡夫。六根混浊，起作用多半都是错误的。那放下人，放下人，放下人尽，放下起心动念，就圆满真的了。那所言之果，是诸佛如来化身菩萨。啊，而且放下了，真的越放下越多。为什么？跟性德相应，性德是没有边际的，智慧没有边际，能量没有边际。啊，相好里面包括的富贵荣华没有边际，啊，你的财没有边际，你受用的无没有边际，完全是真的，因为
一切法是自性变的，能变的是自性。你现在把这个东西找到了，就好比找到了无意如意宝珠。如意宝珠是你自己，你喜欢要什么它就变什么，随心所欲。啊，真正如意宝是真心的，真心里头有圆满的智慧，圆满的德、能、相、好，不在外头，外面没有，外面全是假的。啊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那么自信这种样子，其实往生到极乐世界全都现前，在我们这边不能现前啊。原因是什么？我们这边障碍太多，自己没有办法把障碍清除，佛菩萨也帮不上忙。佛菩萨能帮忙的就是教学，就是经典，这个一定要知道啊！依照经典的理论方法去做，决定有好处。关键就在看破放下，看破是了解事实真相，放下呢不执着，不分别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圆满的佛法就这么简单。那人人有份。不但我们人有份，云飞软动，小动物有份，花草树木植物也有份，山河大地矿物也有份。为什么变成矿物？它迷得最深，变成矿物坚固的支柱，让自己变成石头。啊，在山里面变成了矿。啊，矿里头有金矿，有银矿，有铜矿，有铁矿，有不一样。放下是定的，经题上显示的非常清楚。修什么？修清净、平等、就。但我们修的就是这个，清净心是定，啊，清净没有染污。什么是染污？我是染污的根源，没我怎么会产生我？啊，诸佛如来说我，那个我是什么含义？变法界、虚空界是我。所以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啊，
变法界、虚空界是我，他是这么认知的。啊，所以一切万法没有对立的，他的德是和谐，没有冲突的。啊，有冲突，有你我他的分别，德有了问题了，叫缺德。啊，就会产生障碍，会产生异端。用什么方法对治呢？放下，放下就见到真相，不放下见的是幻象，不是真相。啊，真相，一切法是平等。一切法皆是佛法，一切法皆是佛性。啊，大乘经上称法性，一个意思。一切法皆是般若，一切法皆是大般涅槃。这一段讲的是种子是六个意思啊，我们就学到此地。我们再看念老的注解啊，种子是的功能不忘，叫可是啊，以及忘事。双取前面两种意思啊，以及法师说所作善恶非但自舍内心天神外戚，既在二处，安有舍乎？这说的是真话。二处呢，就是内是实，外是神。啊，念老在这里告诉我们，以上这些讲法以一级法师说的最稳妥，因为为时不爱神明记录，神明记录也是为时所行，故内外皆记之书为善。啊，外面真有神明，啊，于是罪报追随也，故辗转三途。这是说我们生生世世，我们造的恶业多，造的善业少。啊，捡起重的，那就是罪报。啊，我们死了以后到哪里投胎？三途。在三途，把我们罪业消完了，到人道来。
人到来怎么样的？三途习气还在，习气不好断了。那就是看到我很容易就染上了，看到善不容易，近我而远善的习气。啊，那么我也要是熟了，又多我道啊，我们的轮回圈子小了，天难了。啊，都在人畜生恶鬼地狱，在这个圈子里头轮回，这非常之苦啊，累劫难除，痛不可言。累劫多劫，多生多劫要过这样的日子，你这多苦。所以，杀盗淫妄酒，不能看清这个五戒。这个五戒，在大乘法里头，它是大善。人真正能够守住，决定不犯啊！一心念佛求生净土，没有一个不往生。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一切圆满成就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释迦牟尼佛49年，在这个世间所说的经教有限，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一切诸佛所说的经教无量无边，你全都通达明了。啊，这是真的。我们这一生有幸，真正是非常的幸运，遇到了啊，决定不能让它空过。一定要在这一生当中成就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学到这里。